麦克风可以讲得出声音出来，更感动。终于有一次麦克风，终于有一次麦克风可以讲出声音来了。扯淡！我在说，等一下再跑一个公庙，如果那个麦克风还是讲不出话来，我就怀疑是民进党在动手脚。这三年半，我们很希望2300万的台湾朋友们，我们真的希望未来能够台湾安全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，是台湾危险，人民贫穷啊，这是不对。一定，2020年1月11号要支持，最重要，第一个支持自己的立法委员林维洲、林思明，好不好？好。立法院不过半，总统再厉害都没有办法，所以立法委员一定要高票过。再来，2020年总统大选，我们一定要让蔡英文总统下台，好不好？